草屯林局树立积极发展自己特色，在文化局甲草屯林公所协作之下，用阿嬷灶卡作为发展特色，推广社区做过好手艺，并且搭配本土歌戏的教学推广，将新住民甲学生拢靠做伙，而且有真好成果。局树社区特别举办成果展，气氛相当的热闹。坐在大树下看戏，也会使食粿、饮好茶。草屯镇技术社区邀请民众做来分享因社区赢做的成果。以前都没有看过这种，因为阿公阿妈也老了，也没有在做，然后就来这边，就是觉得很特别，可以体验看看。以阿妈的灶卡为发展的特色，技术社区就着老一辈好手艺，现场会使看到传统做粿画面以及工具，是相当的难得。另外，发到社区来优秀的歌戏团来开班教学，社区妈妈以及新住民在短短的时间来学习，过来上台演出，拢看到因认真学习的成果。啊，小姐妈，我问你，我小姐讲上京去有课？上台一分钟，台下十人功啊！哈哈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再加强学习才对啦。谢谢，谢谢，好好玩哦！外籍客友能够是。传统歌仔戏的一个文化，也让他们了解说不同的族群，多元的一个族群，其实是多元的一个文化。那多元文化是可以共存跟共融。艺术社区将努力来发展家己的特色，推动地方产业以及人文的发展，或者生活居民对着社区更加来认同。情况，我有这个做过的老师傅啦吼，情况我这个歌戏有歌戏的。这个团长吼，啊，阮用这个方式，啊，希望伊出来了后，哦，啊，教咱社区的妈妈，啊，再来发展了，像讲阮以后可能会走去这个国下，哦，来做一个传承。社区表示，推动的过程虽然不容易，不过因一步一步慢慢来，集合较侪社区居民的力量，到底来努力。记者林云新，草报道。